这下可糟了，这边日神和夜神同时下界了。此事日后再说，他二人司职日夜，不可同时下界。我趁赤阳不在才办了这姻缘大会，若是被他发现，还不得扒了我的皮。报告，咱们速速下界，将他们带回来。小心。白爵，你不是回去了吗？我带你离开这里。天启真尊，小老二这回可帮了你大忙了。快！这里怎么会有暗示啊？不过是个迷幻阵法，看起来像是普华的手法。此阵阵眼是以桃林而布，若是硬闯，恐怕会毁了桃园林。不可，月迷最宝贝他这块林子了，若是被毁了，他一定会骂我成千上万年的。算了，左右也不过是困一会儿，若是恶作剧者发现被困的是我们，定会为我们解开的。你入定了？反正无事可做。可是我还不会入定，我怎么办啊？你可以小气，万一我们被关上一两个时辰，我会无聊死的，陪我聊聊天。本尊不喜闲聊。你要再敢戏弄本尊，本尊不介意再惹你生气一回。那你就试试啊。直到遇见你，前方白起，等下一世神奇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就是故意的。我不是，本尊好战不经济，你知道的。怎么这么快就给我解开了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就你这点小把戏，待我再多修炼些时日，我自己就能打开。我请问你，你为何要将封印魔尊的手工让给我？你这么聪明，猜一猜啊。我偏不。幼稚。不入定了。某人太吵。好神奇啊，他们真的好甜蜜啊，比下界的画本都要好看。白爵，过来一起看。本尊不喜这些。哎呀，干嘛冷冰冰的，快。所谓红鸾心动，应该就是这种场景吧。你怎么脸这么红啊？此处颇热的。你胡说些什么啊？你是火神，怎么会怕热呢？让我瞧瞧，怎么消失了？你不喜欢，我还喜欢看呢。坐下，跟我念一段清心诀。在此地此时，咱们念清心诀。清心若水，清水即心，微风无起，波澜不惊，幽篁独坐，长啸鸣琴，禅机入定。你要趁机给我入定。
行，你可以。既然无事可做，那就欣赏美色吧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许再凶我，也不许再刁难我，也不许做什么事情都不让我知道，知道吗？我还是念断清心诀吧。七窍玲珑，花月随心，春风悸动，半缘修道，半缘修，这好像不是清心诀吧？这莫非是命盘？此地应该是在普华老儿的洞府下面，他长着神界诸神的姻缘，应该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命盘。就这么一不小心，被本殿下召唤出来了。月迷的命盘，花神的命盘，芷阳的，那岂不是我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命盘？本殿下可不是有意窥探你的命盘的，实在是送上门来的便宜，我不得不占。凶手祸害神境，白驹，杀了他。祖神，我怕。恐惧化为力量，他不死，你死。今日神尊威风凛凛，灭了魔族九部，不过这一仗打得极是惨烈，估计咱们的白绝真神也都神力受损。白绝真神神力高深，他可是咱们神界的战神，就这点神力对于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也是，像他这般冷心冷情高高在上的性子，也难怪咱们神尊没有朋友了。命盘掌握着众神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连祖神看了都会受到反噬，就你这小小的神力也敢乱来？我只是好奇，我诞生之前你是什么样子？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当然很生气，你若再敢妄动，我一定会责罚于你。我不知道看命盘会如此危险，我下次不敢了。我刚刚看到你小时候，祖神对你确实十分苛刻。习惯了，我从前不喜与人相处，以后也不会。你做什么？别甩开我，我身上可有伤。白绝，这世上不是只有冷漠之人和畏惧之人。